家好。今日咧呢个叫做赛马会灵活城市计划主办嘅灵活传承音乐会。而家我想同大家嚟一个好简单嘅仪式。一阵间我数三声之后咧，一齐着灯。三、二、一。哇！冇错，系咪啊？就系咁啦。好靓嘅灯海吓。大家是在那裡揈手上的燈，我們將靈活精神傳到更遠更遠。好，說了這麼久，是時候要請我的一位好朋友上來了。這位朋友我認識了這麼多年，都是他沒有停止過工作，他沒有停止過創作的。年紀就是慢慢大的了，都是跟我一樣一起的嘛，我們識於微時的嘛。但是他越來越多新 idea， 很多鬼主意的。我哋一齊用掌聲歡迎我個好朋友 L 不嬲歐瑞強。Hello， hello， 大家好。入下手先。大家唔知點解啲下邊啲朋友咧，佢哋同你好 close， 因為你最近咧唱咗首歌俾佢，關佢哋嘅。誒，係啊。好似你未試過公開唱過嘅喎。電視我哋睇得多呢首歌啦，你可唔可以喺度公開唱幾句？係啊，如果公開唱就即係唱我自己嗰啲咩《陌上歸人》嗰啲啊嘛。咁但係咧，如果你講嗰只歌，我知道你講咩？而家電視嗰只，加住個吉他咧，有冇睇過我？你知唔知嗰只咩歌嚟㗎？同大家都有關㗎嘛。嗱，呢只歌咧其實就好簡單嘅，因為咧我哋諗嘅時候咧，一定要又簡單又實用，同埋一啱大家即係用㗎嘛。咁誒歌詞咧都唔使點留意嘅，實識唱嘅就係嘟一嘟，樂悠悠，痛處走，快樂透。嚟多次，嚟多次啦，嚟多次啦嚇！一二三，嘟一嘟，樂悠悠。痛處走，快樂透，好嘢！哇！呢只歌真係第一次啊，蛋！第一次咧咁多人，咁多人一唱呢只歌，唱呢首歌。係咁啊，嘟一嘟，我其實講我都嘟一嘟喎，我嘟咗，嘟咗好耐添。咁啊，即係話咧，其實去到我哋呢個年紀有得嘟咧，亦都等於話，喂，係咪就係退休啦？你有冇諗過退休啊？應該冇啦，我唔知道可以唱到幾時。你哋想唔想我繼續唱啊？其實 Albert 呢個即係冇退休嘅想法好好啊，咁啊同我哋靈活大使嘅理念都係其實一樣嘅喎，佢哋參與各種嘅活動，佢哋由下而上啦，係嘛，地區嘅為本嘅方式啊，去策劃各種嘅推動長者年齡友善嘅信息嘅活動啊，分享啊，將佢哋嘅知識、技巧、經驗傳開去啊，好有意義。係啊，始足你啲歌係嘛，傳開去，以一個實際嘅行動。推動長者年齡友善城市的持續發展，其實其中有幾位已經不可以只是用靈活大使來形容，他們直接叫做靈活達人，因為他們其實全部都已經超過80歲了，是啊，超過80歲了，但仍然是很活潑精靈在做，所以即係嗰啲前輩啊，我哋啲前輩，即係我好，我哋偶像嚟嘅。即係總之咧，如果超過80歲咧，依然咧痛處走咧，我真係好尊敬佢。我哋用掌聲一齊歡迎邀請佢哋上台，好唔好啊？等 Albert 咧就係幫我哋頒獎俾佢哋，表揚佢哋嘅貢獻嚇。咁我哋不如喺呢度咧，我哋一齊影一張合照，好唔好啊 ？OK， 好嗱，我哋影一張合照啊。多謝曬，多謝曬咁多位嘅嚇靈活達人，係嚇即係嘟一嘟內又有啊嘛，咁你梗係一嘟就周圍去，咁啊交通好方便啦，係嘛？係啊，就會其實咧，除咗交通方便咧，就其實影響我哋嘅健康嘅，因為咧，如果以前咧未有呢啲嘟一嘟啦，哎呀都係唔好啦，出街又要搭的士又要麻煩，不如唔好出街咯，咁咧就成日坐喺度咧，健康就有影響嘅，健康蛋都少得人睇啊，即刻係啦，咁所以咧即係最好就係、是。即係本來是相識在童年的老朋友嚇，咁而家就可以大家嘟一嘟喺個成長過程啦。佢哋各散東西，而家約翻一齊咯喎咁啊，成為陌上佳人之後咧，而家就約好那天再重聚啦。啊，你啱唔啱啊？呢啲歌啱唔啱聽啊？阿蛋啊，真係犀利啦，係我平輩啦，唔係前輩啦，都係即係超級嘅 DJ 啦嚇，將我啲歌咧可以串成咁樣講個故事，同埋咧真係。仲正中下懷，因為咧，我覺得咧，我啲歌咧就真係我想傳遞啲信息咧，好似相識在童年咁啦。我哋而家咧嘟一嘟咧，就揾啲童年，大家飲下茶都好啊，係咪啊？即係可以話下舊啊嘛。係再重聚飲茶之餘，仲可以聽歌。各位，歐瑞強，好開心，好開心。
首先唱呢只歌咧，就係我哋細細個咧，大家翻學啊，或者你嗰啲仔仔女女啊、孫孫啊，翻學嘅時候咧，冬天咧飲嗰啲咩啊？係噶，個個都飲嗰啲大嘅，所以咧飲到我而家咧，真係嚇都唔錯啊，係嘛？呢只歌咧就係當年咧，我就為呢一個係即係飲呢啲咧，就唱咗只歌，唱到而家顧家輝作俾我嘅。所以咧今日想同大家一齊分享，由細聽我到我大噶嘛，你哋係咪啊？係咪啊？又就算頭先嗰個啊92歲嗰啲，佢都話我由細聽到你大，你做乜鬼啊？冇得頂，我最中意聽呢啲説話噶啦。相識在童年，同大家。Say hello， 隨便唱，隨便跟住唱又得，拍手掌又得，搖下你嘅，係啦，個燈又得，最緊要今日就開開心心，嘟一嘟嚟呢度，樂悠悠，大家開心曬。相識在童年，細個就認識啦。共你相識在童年，係你知心永不變。与你同到多少快乐事，点只是知己咁简单。共你天天都相见，伴你身边永不变。与你共到快乐事，天天都简单。纯真爱，刻心中永在。有苦恼困难，并肩相助。仲记唔记得童年往事？至今我未忘，愿你都不变，默默红着脸。共你相识在童年。我是你知心永不变，与你共度快乐事，天天都不简单。与你共度快乐事，天天都不简单。多谢多谢大家，系揸住个心型荧光棒咧，仲可以有。點解你可以揸住個棒又可以拍到手掌嘅？表演俾我睇下得唔得？係喎，即係單手夾住，咁然後咧就一路拍拍拍聲，好温暖嘅聲音。多謝曬，多謝曬嚇！喺呢一度咧，我好開心啊，因為可以咧係好近距離咁樣望到大家嘅笑容。不如咁樣啦，頭先咧阿蛋咧就好叻啊，即係將我嗰啲其中三隻歌，我今日要唱嘅三隻歌咧，串咗一個故事喎。佢話咩啊？我哋細細個就認識，所以相識在童年啦。咁啊，跟住咧，我哋間中都會去新界啊。你有冇去過耕田啊？真係有啊！哇，好搭得好齊添喎！呢一集係啊，真係啊，耕田好玩嘅。我啊耕咗幾廿年田啊，咁啊只係玩嘅啫。但係玩得嚟咧，即係身體健康啦，亦都有嗰啲環保嘅感覺啦，同埋咧即係吸收啲清新嘅空氣咧，令自己咧身心愉快。咁所以咧，我想邀請大家咧去我嘅音樂農莊嗰度咧，作為一個默上歸人啊，好唔好啊？好唔好啊？好唔好啊？唱呢只好唔好啊？默上歸人。阳半晚烟，我像归鸟倦，晚霞伴我过到天。重回未爱恋，爱情路比千陌乱，情路太多弯转，两心早相牵。抑压痴痴念，重轮恨晚亦未如愿。从来前感多亏欠，不知道在哪一天可再度回到你身边。回头近晚天，爱在心里燃，盼能。回复我从前，寻回旧爱恋，两人内心早有缘，随缘计走几远，一齐唱，不计走，
謝多謝，哇，好多心心啊！不計走幾遠就啱曬啦，因為咧，我哋今日咧，無論你去到幾遠都好咧，我哋都可以重逢噶嘛，因為我哋有嘟一嘟就落又有啦嘛，係咪啊？好方便嘅，咁所以咧，最重要咧就係嘟一嘟去邊度咧，我哋又揾一個地方。嗱，今日大家都好開心啦，一陣間仲有好多好歌聽嘅，咁咧我就再唱一隻，即係我又唔費事走入去咧，一陣間你要好大聲嗌 encore， 我要走翻出嚟嗰啲咧，好嘥時間噶嘛，係咪啊？係咪？點解呢？因為呢隻歌咧好有意義嘅，我好希望啊，衷心希望就係再次可以同大家唱歌。所以呢隻歌叫做幾時再重聚啊？幾時啊？你想咧？你想啊？幾時都得噶。總之我哋再有呢一個靈活傳承音樂會賽馬會再舉辦咧，我就嚟噶啦，我就騎馬嚟啊，好唔好啊？好唔好啊？OK， 最後一隻同大家一齊重聚嘅歌叫做《那天再重聚》，一齊拍一齊唱，好唔好？如果你哋有記憶咧，記唔記得我當時咧，我就喺 TVB 就做一個劇集叫做《愛情安歌》，就係唱咗呢只歌，我做埋男主角添啊，唔係嚇你。念當初歡聚於一起，笑説心裏大志，但今天相聚數一番，要哭也。无泪，再匆匆赶，又匆匆追，永远不说后退。让身边生活苦相逼，竞争令人累。一齐唱，朋友不要泪水，人生本多失意。竞争开始了，追不到也是要追。为今天相聚饮此杯，要醉的继续醉。为今天一别竟不知，那天再重聚。拜拜。今天一别竟不知，那天再重聚，那天再一齐唱。记住啊，应承咗啊，尽快重聚，好快好快，多谢，拜拜，拜拜。